在，吾与汝本无旧怨，何故兴兵攻我？尔等背弃盟约，射死吴帝，还敢言无怨吗？如今列汝十罪，代天讨之。何罪？哼！而邪魅何进不能取职，招致董贼，此罪一也。董贼暴行，而却气节蹦窜，背上不忠，此罪二也。而害亡太傅，致祸亲族，为人不孝，此罪三也。吾血国难，百姓痛怨，此罪四也。威逼韩馥，豪夺冀州，此罪五也。说在出口，应该如此辱我。今日便为冀州取一大害。贼军如此轻慢，燕刚，可率突骑为吾破之。末将得令，主公且安心观战，看我引军破敌。皆为绝章事，既无掩护，又临阵仓皇而逃，十分兵家大忌。关袁绍用兵，真乃草包也。众骑听令，随我捣之。严将军，援军虽少，不可轻敌。主公放心，看我活捉袁绍。埋伏了，快收回来！快，萧逸，萧逸，拿命来！你，一将受手，一将受手！敌军已败，吉姑，进兵。某来相助，王敖小儿，找死！
下姓名。我乃常山赵子龙也。不想公孙瓒回家竟如此猛将，一时生他不得，此地不宜久留，先撤为上。多谢少年壮士相助，不知是何处人士，为何来此？我乃常山真定人士，姓赵，名云，字子龙，今应乡里父老举荐，欲往投公孙瓒将军，至此处恰逢两军交战，故来相助。子龙且与我回营整顿军马，再做他计。谨遵将军之命。Yeah.
此番多亏子龙相助，今子龙投我麾下，大善大善。我公孙瓒又得一员猛将，袁绍之辈诚不足虑。只是自袁绍谋夺冀州，其治下郡县多作归附，常山国际已归属袁绍，不知子龙何以舍袁而归我？莫非子龙与袁绍有旧怨乎？今天下汹汹，群雄并起，云绝山野僻乡，未知孰是。只是云在乡里时，常知百姓苦难深重，又久闻将军与刘伯安使君治理幽州，民心向之，故欲从仁政之所在，特来投奔，非以己之私怨舍袁而从将军。好啊，好个从仁政之所在，少年壮志，不同凡响。报，主公，南门外援军人众，攻势甚急。不想援军攻势如此之快，闲话少叙，此番还需子龙助我南门退敌。将军另有商议。将军，南门外援军多设鹿角，层层围困，恐难正面突围，可还有其他路径出营？东面临山倒是有一条小道，大军难以施展，却可通往山外平原。好，既有小道，云愿从小道而出，击其后面，将军则率众正面击之，两面夹攻，我可解燃眉之急。善，子龙妙计，可速行之。
非常，真虎将也。子龙既然如此勇猛，刚好有用武之时。我军方才与援军交战失利，撤退仓促，未及收拢军事，尚有众多士卒陷在镇上，吾欲领军去救，只恐有迟，望子龙先行。且我军有一小将，唤作阿贵，不知陷于何处。 还需子龙仔细将之寻回，务必护其周全。赵云得令，云必寻阿贵将军回来。
之所至，生死相随。我乃常山赵云，奉公孙将军之命前来营救诸位，不知阿贵将军在否？多谢壮士相救，只是阿贵将军与我等失散，不在此间。既如此，诸位可速归后军，云自去寻阿贵将军，告辞。壮士且慢，我等愿与君同去寻阿贵将军。敌军势大，观其阵型严整，恐怕恶战难免，此行或九死一生，诸位不必跟从。壮士既有一举，我等岂可惜命而逃？壮士不必多言，我等皆愿与君同去，意之所至，生死相随。诸君忠义，云石敬佩。既如此，请诸位随我冲锋。
长孙赞已败，尔等若不早降，便将尔等死无葬身之地。人以忠义为本，岂能为死而二主？文将军欲战便战，不必多言。义士所言，深感我心。请君放心，公孙将军无恙，大军随后便至。文朝，如便先过我手中长枪吧。方才便是如阻拦我，饶汝一命，竟敢再来，此番休想活命！看说。勇猛，我堂堂河北名将，竟拿不下他。文将军，主公有令，军情紧急，请将军速回。什么？速速回军？赵子龙，我记下乳名，下次相见再决胜负。多谢壮士相助，救命之恩铭记肺腑，只是壮士看着面生，不似我军不屈，不知是……我乃常山真定人士，姓赵，名云，字子龙，如今投在公孙将军掌下，奉命特来解救失散军士。敢问阿贵将军在否？有劳子龙壮士，我便是阿贵，相救之情容后再叙。现文仇已退，我欲引军追击，子龙可要同行？且慢，云本不该多言，只是援军势大，我方久战兵疲，若无将令，岂可擅追？子龙谨慎持重，实有大将之风，只是援军后方遇袭，必有缘故，来者是敌是友，须一探究竟。文丑撤得匆忙，又以我军兴败，必不违背。我部虽然人少，然其势来去如风，进退灵活。援军此地又无奇军，纵然事有不测，也可脱身。至于将令，子龙也不必担心。将军之令在此，一从军事，听我号令。意之所至，生死相随。既有将令，云愿同往。阿贵将军，久闻公孙将军麾下有一支精锐骑士，皆乘白马，骑射无双，号为白马一从，此众莫非便是？正如君言，我等便是。
援军后方突有一支军马杀来，当先三人十分醒目，一者贵气雍容，仪表飞俗；一者赤面长髯，威武如神；一者抱头还眼，勇面难敌。三人面前稍有一合之敌，援军士卒皆回身去救。此必是玄德公来也，可速进兵以为支援。来相助，正在西南不远处进攻援军侧翼，请速进兵支援。Let's go.
敌袭甚急，主公可入空墙暂避。大丈夫与临阵斗死，岂可入墙而忘活乎？不忧，举义来也。斥责威仪，老护送主公侧翼突围。区翼不敌，我军毕竟兵少。此战挫败公孙白马，已是斩获颇丰。的确不必与他再多纠缠。全军收兵，速速撤离。伯归所部将士，我乃平原刘备，特来支援。果然是叔父，有劳叔父前来相援。敌军已退，请叔父与我等回营安歇。原来是阿贵，好，好。许久未见，叔父也颇为挂念。二弟、三弟，走，去见见伯归兄。
Thank you.